我哋各位城寨嘅朋友，我哋企出嚟啦，因为一阵间封路开始游行啦，大家就冇机会再企出嚟噶啦。咁我哋企出嚟一齐影张集体相好嘛？今日呢一個街站咧，係同大家係報告我哋過去嘅工作，同埋預告我哋未來嘅工作。我哋扎根新界鄉郊嘅一個民間團體，係希望可以進行一啲嘅鄉郊嘅維護嘅工作啦，亦都係做一啲嘅相關嘅。
威者，以政治檢控去拘捕一啲為香港民主自由而堅。參與 Channel 的朋友，這裡是香港眾志，大家呢時間再好做，可以繼續，希望會有更多人出來一起參加，我們要繼續用人數、用民意來到去要求政府回應我們現在所謂的，是的，我這裡是你們想要的，這裡是太快了，這裡太快了，上面多，上面多，33個新界區的區議員同事居住入組成，我們希望呢，多謝曬，多謝曬，在做民主啟迪的工作，多謝曬，多謝曬，大家呢，如果繼續行出嚟遊行抗爭之餘呢，都希望你係能夠呢，喺今年11月24號嘅區議會選舉投票，你嘅一票好重要㗎，因為其實區議會選舉呢，係得120萬人投票。70萬是建制派的支持者，如果200萬的人遊行的人有100萬都出來投票的話，11月24號今年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將會全部分覆滿，所以希望各位過去你們的投票選舉的票選舉的收到，有冇声？好，多谢晒大家。好，我哋介绍下自己先吓。我哋呢个组织叫慈云山建设力量。咁啊，多谢咁多位街坊同埋市民今日走出嚟参加呢个七一嘅游行。咁其实我哋就系一个地区组织，就系一班后生仔自己成立嘅。咁我哋2015年其實已經參加過區議會嘅選舉，當時咧係雨傘之後，咁有人叫我哋做傘兵嘅。
咁我哋2015年嗰次咧選完係失敗嘅，係冇任何人成功當選，但係咧我哋就冇放棄到啊，繼續留守喺慈雲山度繼續努力。咁咧好快又過咗4年啦。咁啊最近喺呢個反送中嘅事件之後咧，有網上面有啲聲音咧就話要去挑戰區議會入邊嘅白區。咁我想講，其實我哋4年前已經開始做呢件事啦。咁我亦都呼籲更加多有志之士咧係繼續投身喺呢一場選舉入邊，因為區議會嘅戰場其實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咧嚟緊都會積極去考慮挑戰兩個民建聯嘅現任嘅區議員。係啦，咁啊呼籲咁多位街坊有興趣，如果特別係住慈雲山或者住黃大仙附近嘅啊，不妨可以參加我哋嘅活動，或者幫手做義工。咁咧另外就係、大家都知道民建聯咧就係蛇齋病種非常之厲害，所以咧我哋要對抗呢個蛇齋病種咧，就資源就少分面嘅。咁都希望如果咁多街坊有心嘅都可以多多支持啊，咁啊多多益善少少民區，咁啊俾少少實際嘅支持我哋。咁我哋咧距離區議會選舉仲有唔足夠5個月就到嘅啦，今年嘅時間唔係好多，咁我哋都要盡最後嘅努力，希望喺2023年喺幫手推動咗啲民建聯嘅目標，達成呢個勢力。選票，佢哋走保皇黨。咁公民黨呢個街站咧有選民登記表，我知道大家大部分咧都做咗選民，但係可能你屋企人隔離鄰舍未做，希望大家嚟呢度攞張選民登記表，透過係區議會、立法會嘅選舉，我哋踢走保皇黨，踢走建制派，希望大家嚟呢度攞選民登記表，多謝各位。選民，咁多位準備參加遊行嘅朋友，我哋今日7月1日，我哋都理解選民登記咧，聽日就截止噶啦。所以如果咁多位朋友，你哋仍然未做你哋選民登記嘅話咧，就可以過嚟我哋。都可以宣傳一下，咁我哋咧呢個聚積對慈雲山建設力量咧就有個 Facebook page 嘅，咁啊特別係啲即係可能後生嗰陣時玩 Facebook 嗰啲啦，咁係
六七千蚊嘅咋？
係啊，真係支持啊！民間電台，佢好多架餐俾人哋，今朝早俾啲暴徒咧，成塊玻璃整爛，好多架餐全部要毀滅曬。所以我諗陳雲芳喺個地方嘅呼籲，大家要支持，大家要大力支持我哋嘅地區工作，我哋爭取咧，大家嘅地區要選舉咧，喺西貢區嘅第三年，都係民主派嘅區議會過半數，所以希望大家咧係大力支持我哋嘅地區工作。支持我哋在地區層面咧，係抗擊建制派和共產黨。對待一些家屬想問多兩句，醫院的醫生都朋友大家好，這裡是民協，我是李漢庭。我們今天是有些舞是派發給大家，目標很簡單，臨陣下台為了普選千倍惡法，繼續逼到你跳舞，我們有些舞派發給大家。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過到嚟支持一下。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嘅繼續嘅堅持。人民力量係同大家站在同一陣線。咁啊，我哋睇到啦嚇。
唔要破壞寶貴嘅海洋生態，唔好搞我哋嘅海面。政府應該由人口着手，咁啊去再去睇下個環境同再嚟點樣去改善。雖然我哋知道我哋，但我哋都好想做到。希望大家嚟捐助我哋，支持我哋繼續捍衞言論自由同埋新聞自由。各位，我哋呢度係南翔新聞，我哋嘅董事可以喺度向大家呼籲，希望大家可以捐助我哋，支持我哋繼續捍衞言論自由同埋新聞自由。各位，我哋係南翔新聞。我哋立場新聞的董事吳凱瑤今天在這裡呼籲大家捐助我們，支持我們捍衞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各位，我們是南翔新聞，南翔新聞希望大家來捐助我們，支持我們繼續捍衞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我們的董事吳凱瑤今天在這裡呼籲大家捐助入立場新聞，希望大家來捐助我們，成為我們的月捐會員，長期支持我們的工作。各位，我們是立場新聞，立場新聞希望大家來捐助我們。我們的董事吳凱瑤今天在這裡呼籲大家來支持立場新聞，捐助我們長期作戰，繼續捍衞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各位，我們是立場新聞，希望大家嚟捐助我哋，我哋嘅董事可以喺呢度呼籲大家捐助立場新聞，支持我哋繼續捍衞香港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各位，我哋係立場新聞，立場新聞，我哋捐助立場新需要更多的資金去買一些更好更快的器材。我作為一個博客，目睹立場新聞的記者在過去一個月裡面幾乎是不眠不休緊貼整件事的發生，這一件事其實他們已經付出了很多，他們的人工、他們的所有的開支其實絕大部分都是靠捐款支持，所以請大家盡力捐錢給立場新聞。如果可以的話，請埋去坑位那裡拿一張月捐的表格。如果大家能夠月捐的話，是可以令到立場新聞更加具體規劃他們以後的人手、新聞的方針，令到新的我們能夠抵住即將來臨的更多的衝擊。請大家支持立場新聞，請大家支持立場新聞。立場新聞的攤位裡面亦都有周寶松和我歐家龍捐出大批的新書義賣，希望大家支持。請大家來到立場新聞的攤位，在攤位裡面我歐嘉倫和周寶松
捐出大批的新书义卖，全部收益都会被立场新闻作未来的发展所用。各位朋友，大家目睹在红色资本已经一路渗透紧在香港的主流媒体当中，网媒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力量，可以维护真相，可以发掘政府的问题。请大家捐款支持立场新闻。立场新闻。